那个。杨大师，哪位下等吧，在我们面前发布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珍贵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比下论不的达到自己的目的。要继续高高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奋勇前进。高产卫星，产量步步飞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站在什么立场发的呀？你还是站在你人民教师、人民大学的讲师的立场发呀？你还是代表你过去少量的阶级立场发呀？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梦想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声叫喊杀共产党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成了我们最高的红司令。他老人家亲切地对我们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前进的脚步惊天动地，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千千万万红卫兵小将由学校走上街头，奔向社会，形成不可抗拒的红色风暴。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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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共篡政后的第一任国家级领导人刘少奇、高岗、姚素石开始，党政军的头目纷纷被党打倒，最终悲惨离开人世。其中毛泽东的老乡刘少奇、彭德怀最为典型，多次在危急关头救了毛泽东，并且对中共夺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彭德怀及帮助毛泽东夺权巩固其地位的刘少奇，在中共的铁拳下不仅肉体上被消灭，此时连名字也被无情地剥夺。中共官方资料显示，1959年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被定为反党集团首要分子予以打击。据后来的报道，彭德怀被囚禁后一天之内七次被打翻在地，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第十根肋骨被打至骨折，还因在301医院强迫输血而瘫痪。最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得不到医疗救治而死亡时，不但亲人不知道死讯，连骨灰盒上的名字都只写着王川。帮着毛泽东清除了彭德怀的刘少奇死得更为凄惨。据记载，1962年刘少奇在7000人会议上给彭德怀定性后，也试图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来，不过刘少奇却因此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沦为内奸、公贼、叛徒的刘少奇，由于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长满了流脓水的褥疮。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座森严的碉堡式的地下室里，连医护人员也都以党性和生命做了保证，不准外出，不准写信。在刘少奇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了人形，蓬乱的白发两尺长，2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刘少奇的骨灰寄存证上写着，申请寄存人刘源，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煌。就这样，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